紅色李雪條，材料有七彩不同顏色的啫喱，六種就最好啦。三種顏色不緊要的，分別有紅、橙、黃、綠、藍、紫，我就爭了紅色、紅、藍色都不緊要的。一支雪碧，一支雪條帽，同埋一支叉，最後就係有一啲嘅雪條棍。首先將啲啫喱放落嗰啲雪條帽裏邊，擺啱位置就得噶啦。攞支叉篤下佢落去。然後就到黃色，然後到綠色，然後最後就到紫色啦，然後攞一罐雪碧開咗佢，倒落嗰啲雪條帽嗰度，咁咧就將呢啲雪條棒咧就篤喺度，然後就可以去雪的啦。記住呢，要雪6至8個小時啊。好好味啊！多謝各位，拜拜。